今日请坐，大家平安，大家好。咱这节课吼，因为各位的相当大的比例会做到一个民政府的大官，啊，你做大官要安怎做？有一套方法，啊，这套方法是两千年前的方法，啊，这款方法有的有通用，到到这阵还阁通用，啊，有的无法度通用，吼，啊，咱爱会用判断，吼，啊，今日就是要来讲国家的兴亡的问题啦，吼，无人讲啊这大的问题，但是你若做了讲，我管一个检察局来啊，甲国家兴亡哪有什么关联？嗯，但是你这个派出所，你这个检察局。是不是管得不好，管得对，吼、哦？你管得有效率无？吼、哦，就是跟这拢有关联，跟咱即摆拢有关联。你用缩小啊，一个家庭要安怎管理？吼、哦，啊，出去公司要安怎管理？啊，你在迄多一个政府单位要安怎管理？吼、哦，这就是在讲讲一个，哎，一个咱的这个学校叫做。法律法甲律，咱今日就是要讲法律。法律有啥物好处？吼、哦，今日就一条一条聊聊。吼、哦，啊，我有准备一挂讲义，即挂讲义是讲有47例，韩非子写的哦，毋是我写的，有47例问题。即、這个问题你若翻了，即、這个问题。你这个就是有亡国，国家的亡去的象征啦。不是讲你犯了一条，你就这个国家就亡去。但是你袂输讲一丛树啊，啊，你家己挖一空，救一空虫，家己救一空，会倒未？袂啦。哦，啊，你但是你若救较侪空的，哎、欸，都无一定啊哦。啊，过来一个风嘞，风台来一个，要倒去啊。所以一个国家要亡哦，有真侪征兆，即款真衰代志啊！但是咱都看会出來，吼、哦！啊，今日就是要讲这個，咱会使甲来有来的人吼、哦，该发这个讲义吼，可以吼。这个安尼无去，好、哦、，OK， 这通了吼。国家政策这个红绿灯没去了，这个我紧咱在讲的就是讲法家啦、哦哦、到底什么叫做法家？法家哪会伫中国？哦，2000多年前哦兴起，啊，来对代表性的人物，哦，是商鞅。啊，咱知影商鞅变法，和一个秦国从弱秦变做强秦，哦，啊，商鞅是有去个实行伊个法家的制度，啊，一个就叫韩非子，韩非子是理论呢，哦。无去实行到伊个理论，啊，都去用台词啊，吼、哦，即摆一个讲啦，吼、哦。春秋战国个时阵是用个军权，吼、哦、为核心，就是做国王个做中心啦，吼、哦。啊，即款个政治思想，啊，伊即款个叫做霸道，你实在讲起来真歹听，霸道，吼、哦，法家是霸道。你买的，按你家的规定，按你就是按你霸道，啊、哦！伊讲哦，人性恶，咱的教育来对，头壳来对，拢讲人性本善，好、哦，但是法家是按你讲法，讲人本恶，哦，这个出发点吼，甲过去的教育无同款吼，
因为派咱有派心，但是这个法律，吼、哦、啊，那做那公没有声色犬马，安尼吼啊，都变作强盗，吼、哦。但是一定爱用个法律来个制裁，吼、哦。这就是这个法家是讲，伊用个法术式，吼、哦，法律术。哦，技术啦，吼、哦，哦，统治人的技术啊，四就是这个探这个水，吼、哦，三个来运作，哦，啊，就用富国强兵，啊、哦，啊，国家的社会的组织制度爱不断的变化，你袂使学过去的制度，过去的制度若有好改扣改，但是若无一定好的时候，都该改嘞。该符合今嘛的制度，哦，这个就是所以吼、哦，这个什么叫变法，就是甲过去的法律都该谈一下。我即嘛变法，商鞅变法就是讲，我过去的恁在实行即个制度无，我改一套方法啊变法，啊这变法成功，哦，这是秦国采用商鞅的时阵啦。啊，商鞅是有多平是这个人对商鞅啦吼，啊，但是人死几千年啊嘛，唔知啊，也差不多有人该画起啊，就我就提伊个相来看吼。商鞅是390 BC， BC 是啥意思 ？Before Christ， 就是纪元前，在耶稣诞生前390。咱这公元吼，是因为为耶稣诞生迄年开始算元年啦吼。啊，要去去考证的时候，唔对咯，差四年，啊有人讲差八年、差六年，啊，我都无要紧啦吼。就是讲 before Christ， 就是讲纪元前吼，390年，啊，就是离即嘛，390年个，安尼就是离2400年前啦。2400年前，这号人物诞生了哈。啊，伊出来哈，伊生出来，伊本来姓公孙的哈，但是名鞅了哈。啊，因为秦孝公改封做封王，封这个封地叫第一个所在叫做商，哦，迄个位叫做商。哦，咱过去有一个商朝哦，商这个所在哦，啊。所以叫做商鞅，叫做商君，哈、哦。阿妈因为伊是魏国的公子，魏哦不是保卫的魏哦，咪是魏晋南北朝的魏，哈、哦，哦，即、這个所以叫做魏鞅，哈、哦。阿姨，伊本来在魏国哦做公孙诶宰相，公孙叔的家臣呐。啊，即、這个公孙叔要死啊，哈、哦，也时阵哦。就甲魏惠王讲：“哎呦，我手下有一个人哦，真赞，袂讲个赞，迄、那个叫做商鞅，你爱甲用。”啊，伊看这个秦惠王哦，无啥你该知道，伊讲你若无用啊，无要紧，你都爱甲抬死。你这款的人才，你无用，我推荐你，你爱用这个商鞅，啊，你若无用，甲抬死，啊，无也照样别国用，哦。啊，对咱国都无好，啊，这个魏国的国王就走啊吼，伊煞就叫商鞅来，伊甲商鞅讲吼，我头拄甲国王讲报告，那无就甲你抬死，啊，你知影商鞅安怎回答？伊讲吼，你推荐我。叫王言话，王都无要听。啊，那既然这也无要听，伊嘛袂甲抬。啊，有影都会又着无该抬了。好、哦，啊，所以这个商鞅要就走去秦国，咱们秦孝公来对，吼、哦，斩略他的大才。哦，所以以后为什么秦国得？征服其他六国，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这个商鞅的出现。啊，咱今仔日单面食嘛是在讲法理，吼、哦，咱法理的重要性，吼、哦，吼、哦。伊商鞅入去秦国了后，建议秦孝公四变，头一变，若人介绍唔来当入去，介绍入去，还得该讲帝王之道。这个秦孝公听个困去，吼、哦，无效了。啊，都出来啊！啊，第二遍我拜托迄个介绍人，我你甲我甲介绍吼、哦，啊，过去去，我讲啥呢？吼、哦，第二次吼，嘛、哦、无中，嘛不中意啦。到我第三遍，伊讲这边我要甲讲会成，拜托你过甲介绍，啊，算过来，甲介绍进去。第三遍啊、哦，甲秦孝公讲霸道。爱阿爸，哎，秦孝公全精神个，约第四遍见面，第四遍见面哦，一讲哦，讲几工几米，哦，秦孝公足欢喜个，有得到这款的人才，哦，就重重来使用这个商鞅，所以商鞅的变法就是为这开始，哦，因为得到国王的迄、那个。赞助吼、哦，啊，伊做一项代志，就彻底废除吼、哦，废除旧制度，旧的制度该废除去啥？用新的制度，吼、哦，啊，让秦国变做第一等的强国。但是啊，商鞅要怎安怎死呢？做法自毙，这嘛是大家爱知影。伊定个法律，结果伊个法律害死伊家己，即安怎讲？因都这个秦孝公先死，啊死了后，秦孝公个囝就上位，啊秦孝公个囝哦，不去予商鞅去点着，哦啊点着好，即摆我做国王啊咧，我要甲你点，啊人报来讲商鞅吼、哦，叛变。啊，商鞅有叛变无叛变就无管啦，都甲先来掠起，爱就走路。商鞅走路，走到暗时吼、哦，要去旅馆住。啊，旅馆哦，哦，你暗暝要来住，你使啊，啊，身份证摕出来，迄阵都有身份证哦，咪即马就干咧，民政府在底发身份证，身份证摕出来，你想想袂使咧，我若摕出来身份证哦。现在那个就在抓我的他就知道的他说没没没我就不记得他说不记得了不行因为我们的商鞅变法的时候有说、哦、每一个人都要登记身份证、哦啊、你如果我如果没跟你登记、哦、你犯什么罪我跟你同一个罪啦、哦、你如果要让侥幸我就要变成让侥幸不敢他不敢、啊、所以商鞅没办法走不路全去给秦国抓去、哦啊、抓去给他抬死、啊、抬死的方法叫做车裂教一下、哦、车裂用个车、哦、其实是那个五马分尸、哦、五只马、啊、头扛四只、啊、用个五个方向、啊、给最上来这样昏鬼啊！对，人都是，人都按支离破碎了吼、哦。这款刑法是真恐怖的。但是这种刑法有两种，有一种是我头都讲的，娃娃的人按你落去做；啊，一种是人已经死啊，啊，给你破坏你的身躯，吼、哦、啊，有这的话，这商鞅做法自毙，吼、哦，你这大家啊爱知影讲有这款代志。啊，即马讲。另外一号的人物，这个是280李白孔 BC， 就是李即阵，他都是2400年，这是差不多2300年，哦，结果满100年了出新的一个人，哦，就叫做韩非子，哦，法家吼、哦、以反对吼、哦、儒家，儒家是孔子的迄个
学说。孔子的学说是讲讲礼，哈、哦，讲礼了哈，礼义廉耻的礼哈、哦，啊，一歪啊，你从了哈，伊讲维护特贵族特权的礼制是落后的，一歪哈，维护特权的过去的迄个制度，过去的制度维护特权，这个不使，爱该废掉。伊讲法律有啥物作用，就是定分止争。就是讲哦，法律的制度就是讲，你该坑的，这法律坑的食，你都袂争执啦。这法律给你设的食。伊讲哦，有一只兔啊吼，当面你面头前安尼走出去，啊走出去，这只兔啊无主人，大家拢安尼去入，就讲百人阻止，几百个人都去入迄只兔啊。哦，因为入到就变你的咧。啊！但是伫菜市啊内底哦，有人有几百只兔啊伫遐哦，你奈袂去解入入，因为有法律规定，迄挂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属啥人的？哦，这所有权确定了，你落去过去，你嘛袂去解入。那即只兔啊无所有权者的时阵哦，咱都解来入。所以即摆咱伫讲民政府的做法。真好，咱所有权是在谁的手？吼、哦，日属美战，讲好清楚，都保障咱的安全。啊，你若无讲袂清楚，干咱要独立，要独立吼。嗯，咱的秘书长讲兼着房间啦。啊，法律的还佫有甚物作用？就是新功具报，就是讲哦，让你有功劳的人啊爬起来，啊，大家拢行去做一寡哦，妨害这个法律的代志，哦，新具报，哦，啊，最后就是富国强兵，哦，哦，啊，伊的迄个理论讲人性啊，人性是啥物？好利恶害，就是讲。人哦，诶，性是挖迄个利益嘅所在行，吼、哦，啊，若有歹所在哦，伊就歹去，吼、哦，吼、哦，伊讲哦，比者来讲，生意人为着做生意要趁钱耗力嘛，所以几百里路伊嘛行去，吼、哦，这就是讲耗力。误害啊，哈，而且代志哈，啊，一个一项就是讲不法古，我不爱遵守古早人以前的人讲好的，我不一定爱遵守。哦，啊，不循经，今仔日，什么制度，什么相关嘛，不一定好，你爱家己自视去判断。哦，你袂使讲，以前人都安尼做咧，哦。以前人哦，以前都科举制度都考四书五经，即摆嘛来考四书五经，啊，但系即个国家已经忘掉，哦，头壳拢变堆一挂笨手滴，哦，啊，咱要开发咱的头壳，哦，啊，即、這个伊当时哦发展进一步主张啦。迄个想讲一个例吼，叫守株待兔，吼、哦，吼、哦，守株待兔吼、哦，什么叫做守株待兔？对，讲有一个做田人，做田做甲真好势，啊，都田内底发稻啊咯，安尼真正常啊，你话生活，啊，有一日一只兔啊撞来，啊，弄到树啊，啊，全。多一球啊，系个，都该抓起来，哇、哦，那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捡到，你都捡到一只兔啊，我唔爱再，我唔爱种田啊，我即马逐日吼，都坐即个树啊边，等兔啊来弄，啊，树兔啊，敢咪个第二只来弄，
无啊啦，啊，守株待兔，伊就是讲，这叫做儒家思想的人，伊个讽刺守旧的儒家思想，就是守株待兔，哦、这拢有。啊，因的方法就是用个法住世，哦，啊，当时，君主爱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哦，啊，庶就是讲驾驭群臣，啊，主要的方法就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哦，你爱先去察觉。你若无察觉吼，啊，你要安怎查吼？方法真多啦吼。哦，啊，还有一个一号人物叫申不害，哦，这个人吼，申不害，这嘛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法家的代表人物，哦。法家的思想跟咱即嘛讲的民主的社会吼，有根本的区别。上大的区别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法家主张爱集权制度，哦，是绝对的，哦。但是咱会使利用法家的思想选择加以用，毋是讲伊拢总好，我无一项代志就拢总好啊，拢总歹，哦，你爱拣，哦，要安怎拣吼？啊，即摆另外讲。一个人叫做韩非子，这韩非子啊真出名，他都发落去的吼，迄四十七种王征的迄个是韩非子写的，吼、哦，韩非子写的字吼、哦，原文是红个浅的浅色的字，啊，我该翻译的时候是较用较字体较粗的字体吼，和你对比较了吼、哦，啊，这个韩非子吼、哦。因为当时韩国真弱，啊，韩非子哦对韩王哦提出建议，这项建议，这项建议，啊，韩王哦无咧插伊，啊，无咧插伊，这个文章才流去秦国的国王遐去啊，秦国讲哇，天哪，有这款的人才，来去抢，来个这个人才抢，专派兵来打韩国。打韩国，啊，韩国讲你也无输无败，咱来甲拍。哎，恁兜有一个叫做韩非子，我要抵这个人。伊讲迄个唔够简单。哎，韩非子，你做大帅去晋国，啊，所以这种战争都无去。韩非子都去甲晋国，但是韩非子有一个缺点，伊文章写落好，虾米拢好，但是都是大字啦。讲话滴滴答答，讲袂啥清楚了。啊，所以秦王哦，无讲介欣赏，这得来太容易的人才哦，无欣赏，无欣赏。这个时阵哦，韩非子有一个同学叫做李斯，李斯你就知影，哦，李斯哦，李斯是甲韩非子同学，啊、哦，加李斯哦，一嫉妒。韩非子的才能，哦啊、所以进谗言、哦，因为迄阵秦国的国王哦，嬴政哦，要怕、征服六国嘛，啊，这个韩非子就给建议，这个韩国较慢怕，先怕别个国家，哎，啊，李斯讲，哇，我抓到把柄啊，都给秦王讲，这个人哦。来家做干爹呗，哦，啊，结果上当了，哦，秦王就讲，啊，不该的，会吃毒药死，哦，啊，都应该会，李斯建议之后，李斯就传毒药回家，啊死，啊，要就秦王嬴政哦，感觉讲啊，唔对，太着这个人唔对，哦，但是已经上班啦，哦，所以韩非子哦，伊在这个法家的。诶，位置上，干啦，变成理论专家，一下真侪理论，吼、哦。伊主张吼，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示意者示意啊，哈、哦，世间有变化，所以代志嘛都要有变化。啊，代志有变化则被变，你都爱事先爱准备好，有迄个变化，你有配套措施，有候补人员，有候补方案，哦，爱去总结。我即摆拢讲迄个大道理啦，但是这個。较起个，较下骹个，咱都会知影吼。是吧？伊讲吼，应该君主吼，都爱用各种个手段废除世袭奴隶主、贵族。伊即个吼，爱废除奴隶个制度。啊，这个选拔一切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官吏来取代他们，好、哦，伊讲詹雄必起于州部，詹雄一定为民干来，猛将是为兵啊遐捡起来，这就是因的思考，好、哦，因为，好、哦，啊也买要求。废先王之教，就是说以前的国王所设的方法先给废除，这很难做的。这个新的国王把旧的国王所立的法律给废除掉，这个不孝呢、哦啊、但是你不给废除，你的国家不进步、哦、他说哦爱严刑重罚，好、哦，严刑就是讲，其实是什么叫严刑重罚？小罪重罚，罪吼、哦、一出来了尔吼，啊都罚得很重，啊所以无人敢去做犯罪。好、哦，咱比如就得讲提鞭伺候，这对小罪重罚。好、哦，啊都来。拍几遍啊！你后边都唔敢嘛，这就是真重，对吧？啊，那何你去迄落这监狱内底，够有通食，够有通待，吼、哦，啊，那就小等出来，凡是国家的犯罪，吼、哦，啊，批鞭被劈落去，啊，都解决了，这问题都解决了，吼、哦，这都是法家吼、哦，啊，他都有讲过守株待兔。毁籍记忆，什么叫毁籍记忆？有一个国王身躯破病，啊，叫一个医生来看。医生讲：“啊，你这有病？”伊讲：“哪有病？无记忆啦，就唔敢去医啦。”啊，佫计是啥？这病较重啊，佫叫一个医生来。伊讲：“我无，敢若无承认啦。”到佮第三遍叫医生来，医生来讲：“啊，大海啊！”你的病已经入去骨头里底啊，无医啊啦！吼、哦，即就是讲，咱若有病，都爱去医，小病都较紧先来医，莫等下变作大病无法度通医。吼、哦，即毁之之意。啊，佫一个滥竽充数，甚物叫滥竽充数？一个王爱听人分迄古册，啊，分古册的时阵哦，一丁。两三百人啊，分咯，哇，伊听到爽，哦，啊，两三百人吼、哦，中啊一个吼、哦，未晓分哦，啊，全唱诶，大个中啊，啊，嘛是安尼个手底二者，嗯，啊，都有薪水通摕啊嘛，吼、哦，啊，都好啊嘛，吼、哦，即叫做滥竽啦，吼、哦，啊，充数。啊，等下这个国王死了，另外一个国王起来，伊嘛是爱听人笨的，哦，笨这款的乐器的，但是伊爱听一个笨，啊，一个来笨，一个来笨，啊，笨到伊吼袂晓笨，哦，那怎讲啊？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真侪都是滥竽充数的，哦，其实无半片，哦，这都是安尼。啊，老马仕途是什么意思？你爱尊重马，安怎尊重？
伊讲因伫沙漠作战，啊去捡落去，啊买就哎，当海啊，东南西北拢分袂清楚，毋知要安怎得倒来，毋知啊，买就想一个方法，叫五六只马，来来来，甲皮鞭甲绑绑起来，马鞍啊甲提提起来，哦，恁这五百六，恁这个五六只马，恁看要带我行去倒位，啊这仕途老马嘞，这马知影路嘞，人腿咧，但是马目睭甲伊个迄个行为，伊就带路，哎，就带出去啊。哦，所以这个仕途老马，所以讲咱要用人，用一挂仕途老马的人，哦，啊，莫讲伊个社会地位真低，你都不爱用伊，唔对，伊若八一挂就是八一挂。这对仕途老马的代志吼，所以讲你吼有巧的人吼，你家己唔知的代志吼，你用用个蚂蚁搞下马来做你的老师，这你唔好感觉是见笑，这是正确的，吼。即个故事吼、哦，互恁大家去思考啦，安尼啦，吼、哦。春秋的时阵吼、哦，封建制度破坏，因为开始啦吼、哦，到末期春秋的时阵末期吼、哦，啊，但是到个中期了吼、哦，因为迄个时阵有一项代志，就是维持国家秩序的礼。利吼，这个物件已经行不通啊，就是控制一套理论哦，行不通，哦，哦，行不通啊！法家的思想成熟，哦，啊，这个就是法家的发扬，秦国最为盛行了，因为秦国引着商鞅哦，嗯，法家人物也够有些人，也够管仲，哦，管仲嘛是法，子产嘛是用个法，吼、哦，无要紧，吼、哦，一个礼离生不害啦，吼、哦，哦，商鞅，哦，商鞅吼、哦，有做一本书叫做《商君书》啦，吼、哦，二十四篇啦，吼、哦，有人讲唔是伊家己本人写，吼、哦，啊、哦，但是伊做诶代志信赏必罚，就是讲伊想都要有想。啊，发都爱发，吼、哦，伊做甲真好了，吼、哦。啊，村内人吼，人，吼、哦，一个一个爱讲一个韩非子的时喏，如伊讲荀子的迄个性恶论，讲人性本来就是歹，吼、哦，爱注意。咱思想孔孟思想是叫你做奴隶的，吼、哦。啊、所以这个法家不一定要做奴隶、哦啊、李斯他刚才有稍微讲到、哦、他是实践家啦，就是说经过变法到李斯的手的、哦、发扬更广大、哦、李斯、哦、楚国上蔡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哈、哦，伊甲韩非子是拜港一个老师啦，哈、哦，学帝王之术，哦，所以基本得讲这个法术是三个时期，哈、哦，哦，先秦诸子百家一个重要的学派，他一在秦国的时候萌芽，哦，形成在战国前期，活跃于国。战国中哦，中后期了哈、哦，啊，秦始皇啊，都是利用法家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好、哦，啊，独尊的地位，好、哦，但是经过无几代、三代那年都翘起啊，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都完蛋。即对后壁吼、哦，有强的制度，后壁无其他的制度来个配合吼、哦，你嘛是袂使，哦啊，
所以也失去 原来的地位、哦、被儒学所代替。等到以前看轻的这个孔子的理论哦，大宏提出来国用，啊，那孔子的理论也够宏开的，是到个汉武帝的时阵哦，汉武帝就在问群臣讲，我这个得到皇帝位，啊，我要传我子，要传我孙，有什么方法无？有什么理论无？伊讲有啊。儒学上好，用个孔子这套上好。伊讲孔子好诶，都伊讲孔子好诶，一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伊讲一句话，我知啊。有啥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啥物？啥物奇特之处？伊讲有哦。伊讲你有几个老爸？伊讲那都问我一个老爸那尼啊？嗯，对。啊，你会使有几个君？伊讲不一定嘞，哦，可能两个，可能三个，可能九十岁，可能八十岁，啊，可能三岁，拢会使做君嘞。哎、欸，安尼来讲起来，袂歹嘞。君君臣臣，你对父父子子，你对恁老爸的态度，袂输你做臣子对国王的态度。好、哦，你做囝的。对老爸友好，甲你做神的对你的君王友好，哎，讲起来有道理咧。但是无道理的部分在遮，因为君后迄个三岁做君的咧，啊，你这个你对你三岁的君的效忠，你到底是效忠因老母还是因阿姑？不一定啊。所以儒家的思想。是配合统治者的思想，这个观念上吼，这观念上真重要。就是讲，我去读高中的时阵，军训课程第一章第一课，就是蒋中正讲的什么一堆话了，都、就是君君臣臣这款物件啦，奇怪的。应该军训课唔着讲要安怎小台，但对咧，安尼来甲讲一挂。原因就是，你若做国君了后，较紧甲孔子摸一边啊，一定爱摸一边啊。日本在1895年占着台湾了后，专吼迄阵有一间孔庙吼，起诶即卖一路中哦，加。地方法院的那个所在啦，吼，在我的总统府遐，他起好17年，一个孔庙，啊，这第一任的总督都来吹掉、摧毁，这个不好，给摧毁掉。啊，摧毁掉了后，啊，拄到台湾人，好啊，摕德国刀、菜刀，甲日本人下啊，有咱有7年的混战，吼、哦。有14年的革命，吼、哦，7年的会战来对日本人真艰苦。恁敢是拢是强国路，吼、哦？那中国兵吼，拢迄落强国路吼，清国奴呢？清国满清王国人口无够恁一趴身的人，甲恁统治268年，恁还阁推，还阁去用统治甲翻译甲，吼、哦？啊，奈未？台湾人不是强国了，啊，去找原因，所以吼、哦，后藤新平哦，叫人哦去调查，写一本书叫做《台湾旧惯调查》，台湾的旧习惯的调查，啊，这个台湾的旧习惯、旧的习惯的调查的中间哦，发现到，这个孔子是真伟大。就是统治者爱利用孔子的方式来去统治一挂人。满清内有法度统治人口加100倍以上的汉民族，汉民族毋是大家拢推有方法的，就是用个孔子的方法，吼、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你就甲效忠，吼、哦，啊，我就互你红包，我互你官位，
都拢买袂来。哦，啊，所以即款物件哦，即、這个迄本即个台湾旧惯调查内底有写讲哦，台湾人有两种，一种就是本地的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啊，一种是 people on Taiwan， 迄叫做长山人。长山人吼、哦，爱钱惊死个，爱面子，吼、哦，代志拢是台湾人哦。啊，即句话啊，爱钱惊死个，爱面子吼，买去别人运用，顶骂台湾人，其实是应该是长山人。咱台湾人那伫日本时代吼、哦，初期的时候抗拒青年的会战吼。提德国倒菜刀，都甲你日本兵咧下七年，吼、哦，即所以即、这个孔子的理论吼无效啊。但是孔子的理论颠倒，佫赢了，赢起来吼、哦。啊，商鞅伊的变法，吼、哦，伊废除，吼、哦，彻底废除孤的世亲世禄，伊讲哦。恁阿公做官，老爸就做官，囝嘛做官，世袭，这官是世袭，一条不散，废除了吼、哦。啊，制定二十级的制度啦，就是讲这爵位分做二十级，啊，抬一个兵啊，迄个敌人你就有一级，吼、哦，啊，抬两个就两级，啊，抬到几级的时阵有啥物奖，奖赏拢会出来吼。哦啊，即个就是伊个方法啦，吼、哦、吼。啊，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伊就甲即个全国，吼、哦，用个官个方法来处理，吼、哦。啊，制定连坐法。啥物叫连坐法？连坐法即摆大家拢知影，就讲一个人犯罪啊，干涉到附近个人，伊附近个人拢大家拢犯罪。袂输讲商鞅，伊要去住个旅馆，啊，旅馆就唔爱去住咧。伊讲你若无身份证，互我登记哦，我都佮你甲同款，我都爱去咧红掠去抬咧。你若犯罪，我都爱掠去红抬咧。哦，即叫做连坐。哦，啊，所以真侪侪吼，无人敢犯啦吼。哦，伊讲为了保护家己有个私有个耕牛甲马吼。哦对窃盗牛马的判处死刑，哇，这是小罪重罚。你偷摕一只马，结果这个人的性命就乌有去，安尼看你敢偷摕无？哦，这是当时用的，当时用的方法。哦，经济方面，咱拢讲迄个井田制度偌赞的，但是商鞅因迄阵变法，井田制度废去煞。因为那都富有印象，什么叫井田制度？这块地画一个井字，都画一个井字，都分最高地。啊，八个人来耕作，一人做一地。啊，中央迄地吼、哦、做工的，吼、哦、啊结果啥款呢？工的迄地吼、哦，迄个欠收了，啊，家己种的迄地哦，绝对丰收了。好、哦，啊，这都是人性。人性就是安尼嘛，讲个迄个臭臭话去，吼、哦。所以吼、哦，所以你要注意哦，迄共产制度吼、哦、就有犯了这个问题。你要共产，那都大家共产，我你要教我嘛要教你，啊，大家拢免做，吼、哦、啊，大家就是迄个问题都经济方面，迄个共产制度都失败，啊、哦，伊阿个有吼，秦始皇有做一项代志，真赞的代志哦。统一度量衡，吼、哦、啊嘛规定买车是偌宽，路是偌宽。嘿，这敢那无啥重要哩，其实这也真重要。你有标准的车道，吼、哦、啊去做的路都是全经过。拢同款即款条件，这是当时的方法哈。社会制度推行小家庭制，推行小家庭哦，就是讲
人带个心酸，无大家庭啦，伊无赞成大家庭啦。哦，啊，即吼、哦，咱必须你讲啊，配一个啊，多啊好哩。急闹问个，大部查某拢配。哦，伊个规定哦，具体规定，一户若有两个囡仔，到个立户年龄，转来立户年龄转讲二十岁，啊，你无去分居，无出去外口住的时阵吼，好。我就给你扣户税吼，户口税哦，扣定币，吼、哦、啊，所以看你们和恁囝出去外口住，啊，都爱出去外口住，吼、哦。这是讲这个法家的代志吼，啊，咱即摆提这个，咱的讲义客看卖这个。这个四十七种哦，亡国的征兆哦，这四十七种是哦，韩非子下，哦，尊老公第一的哈、哦、一哈、哦，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啊，这翻译哈，国家弱小。但是做臣子吼、哦，权重于君主，势大于君主，吼、哦，有可能灭亡。咱来检讨这个问题，就是讲国家小，啊，你迄个做大事呢，佮凭迄个国王佮较迄落吼，佮较强的时阵吼，这个可能会灭亡。这下头一条嘞，大家爱注意哦。你若在管迄、那个，你的部将的时阵哦，你的臣子哦，迄、那个比你还要权重的时候，你迄个单位也无大啊。伊个安尼对我拍拍球哦，哎，你要知道这个犯了一条罪。好、哦，过来第二条，无重视法规，干那在意计谋。无重视法规，就是讲法律你无咧在，无咧遵守。干呐讲哦，我会晓设计啥个吼，吼、哦、不理政事，只找外援，无插政事吼，干呐要找外国帮忙，可能灭亡。哦，这拢是真深的物件吼，咱好好安尼研究吼、哦，群臣喜好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是其实是不务正业的哈、哦、啊贵族子弟哈、哦、爱好争论是非哦弄得名嘴的哈、哦、商人将财货囤积于外国都、就是哇去中国投资了哈、哦、啊把钱寄来美国哈、哦、平民私斗严重哦。自己台探北来，这可能灭亡。第四，君主爱好华丽生活，压榨百姓，浪费资源者，可能灭亡。就有这个地步。有人已经提出一个例出来吼，君主迷信可能灭亡。迷信哦，迷信真严重。在台湾哦，拢在讲八字啦，个啥物？你不管是你个看个，拢在讲即挂哦。哦，啊，即出门哦，你要爱看黄历哦，历东南不历西北，啊，你都袂使行西北的，啊，你爱行东南。那我头壳去往西的行，啊，你就绝对哦，迷信绝对哦，即、這个国家绝对袂行。好、哦，第六，以爵位高低来决定谏言是否采用，而不去考虑考验是否属实，只采用一人的建议作为资讯的来源，可能灭亡。就是讲，用个官位来决定一讲的话对啊唔对，吼、哦、啊，无去考虑属实无，好、哦，这爱灭亡，大概。爱注意了哈，
第七，国内官位爵禄都可以利用利益买来，或用权势换来，可能灭亡。这个官位吼，用个利益买来，哦，买官呐、啊，就对了吼，啊个官势换来，即嘛可能灭亡。即嘛第八条吼，君主处事决断慢，而且都没完成，遇事软弱而不决断，好坏不会判断，拿不定主意，可能灭亡。有什么啦？马英九吼，他做事判断慢。没有完成，优柔寡断，好坏不会判断，拿不定主意，嗯，可能灭亡。我就问你，君子贪婪无度，爱占小便宜，可能灭亡。过马英九，你讲无，也是在贪婪无度，哈、哦，吃五盖有福气，爱占小便宜，对。只要喝起是小便宜啦吼，啊，结果台北银行通过低价卖掉，对不？这一定忙的嘛，哦。君子爱好女色而破坏法规，喜爱辩论却不求实用的结论，追求表面华丽而不顾实际功效，可能灭亡。爱好女士我等你哦喜要辩论那有影啦吼，不求实用的结论，追求表面华丽，嗯，聊聊想哦，真趣味啦吼。再一，君子思想单纯，藏不住秘密，而泄露群臣间的国家机密，可能灭亡。思想单纯啦，单纯藏不住秘密。好、哦，十二，君主凶狠，不随和，不接纳意见，又好辩，不顾国家利益而任自为之，可能灭亡。君王真歹。他个无不随和，不接纳意见，个会向安尼好辩，哦，无顾国家的利益而任性自为，就是讲啊，美牛袂使进口，国家的利益，哎呦，无差别啊，这可能灭亡了吼。十三，君主依靠强国援助的力量而怠慢欺负邻国，可能灭亡。哦，君主依靠强国援助的力量而怠慢欺负邻国，可能灭亡。再是哦，外国人与本国为官者，将大量钱财流至外国，却能参与国家大事的重要会议，又干涉人民生活事务，这样的国家可能灭亡。这个爱即马是爱真注意。外国人踮咧台湾来做官，哎，马英九就是哦，英国这边嘛，对不？啊，伊的钱哦，拢囥在海外嘛，对不？啊，佮参与国家大事嘛。啊、干涉人民生活，让你吃牛肉，这样灭亡。不，你知道哦，讲这么多条哦，不是讲条它就灭亡了，就是文书我刚才有说的，说一丛树啊，只有一空，那个虫只有一空哦，就不一定会倒。啊，你只有两空，只有三空，只要有一日哦，全全空的时候，风吹一下就倒。
十五，人民认同爱戴的宰相，反而不认同君主，君主信任依赖宰相而又不能罢免他，可能灭亡。这是有关来对部分啦，吼，哦，人民认同爱戴宰相，这是宰相以下了，吴敦义哦，不了，吴敦义人民不认同他嘞，反而不认同君主。君主信任依赖丞相，君主信任依赖丞相而不能罢免，这类丞相都有那个金小刀嘞，哦，君主信任他嘛，哦，又不能罢免他，所以今天吼，咱拢会使来做的，啊，会使当咩你的管辖的范围来对吼，你管的范围来对来做的，嗯。再来，国内人才不取用，转而向外国求人才，不以功劳大小进行考核奖惩，反而用声誉来做任用官职而的依据，外国人被放在尊贵的位置地位，高于本国老臣的地位，这可能灭亡。共来人才不取用，转而向外国求人才，哦，不以功劳大小进行考核。注意，这就是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哈，哦，咱今嘛讲外国哦，那第一个单位就是讲，我家己本身这个单位，哦，我管台北州，啊，台北州内底有人才，无你无去用，干那要去摕去用台中州、台高雄州的哈，哈，哦，哎，你要考虑一下这条的问题。再次，正式地位低于偏房，庶子地位能同于嫡子的情况下，这个括号就是接班人选多，群臣会分派，太子未确定而君主已死，分党派的臣子会互斗内乱，这样子可能灭亡。伊讲，这是过去吼，一个人娶过来无，吼，哦，正式地位低于偏房，吼，哦，就是讲偏房的地位吼，哦，较悬，吼，哦，啊，迄个嫡子吼，哦，这过去就是真注重讲，哎，这是嫡系，吼，哦，嫡系就是讲诶，皇后所生的。哦，就是嫡系了哈，哦。这在这个王延庆的家庭内底哈，都隐隐约约看到这款代志哈，因为王延庆敢那有五个某，对不？啊，五个某内底会互相争斗啊，哦，啊，对，抢钱啊，啊，王延庆死了后，即马就话表面化。唱起来就表面化，啊，咱看到的部分，阁是看到其中的小部分，啊，内底唔知变个偌厉害，你唔知啊，哦，啊，但是你若知影这个物件，你若是王永庆，你事情你都爱去预防，哦，要安怎预防？王永庆遐巧，应该知影讲安怎预防，啊，莫等个死了，得问题了。十八，君子自大而不检讨，国家混乱又自认为安定，不
知国内资产实力，还轻视旁边的敌国，这样会灭亡。君主自大，不检点，不检讨，国家混乱，又自认为安定。不知国内资产实力，还轻视旁边的敌国，自我感觉良好，都是这款。国家弱小，又不知谦虚；国力小，又不知害怕强国，甚至还侮辱强大的邻国，贪心自以为是，又不知如何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国家，可能灭亡。李泽虽以立太子，然而又娶强敌的女人为王后，那太子就危险了。敌国的王后会想办法去干掉太子，因为群臣容易担心太子的地位而观望不辅佐，所以这可能灭亡。已经有一个太子，以立太子的这个这个囡仔已经大人啊啦吼，佫去娶一个某，佫娶敌人的查某做王后，所以这家庭真复杂。太子就危险嘛，因为新娶来这王后都想办法要干掉太子，丰臣秀吉你说日本的丰臣秀吉，因为群臣会担心太子的地位而观望不辅佐，可能灭亡。第一，国君胆小怕事，虽然看见问题却不敢解决，可能灭亡。国君胆小怕事，有这种国君吗？蛮久哦，怕死。所以咱看别人就真清楚啊。那自己犯了同样错误看不到。这是2400年前的人写的。现在也一个好用了。李立，国君出门在外，国内已另立新君，让太子作为他国人质未归而另立太子，这样就国家有良主，有良主的国家可能灭亡。这指挥系统出状况，不知道要听国王的话，还是要听宰相的话，不知道要听国王的话，还是要听太子的话，就忽然产生这种疑虑，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李国君出门在外，而国内，这是他多少点物件哈？李三，君主侮辱大臣，而又遭他们亲近。重罚人民后，又叫了来为君主做私事，这些怀有恨意的人会刻意学习如何报复，可能灭亡。侮辱大臣又招进人来，叫他们亲近，重罚人民，过来叫以为他做事情。这怀有恨意的人来做事情，这可能灭亡。李希，两个大臣权力一样大，父兄等皇亲国戚实力都很强，他们会在内部结私党串联，外部又寻求外国势力介入，以增加实力作为内部斗争的筹码，
有这样的情形，国家可能灭亡。这就是说国内吼分裂的。国内有分裂的情形吼，你公司呢分裂同款。第二个，君主轻信从逼女妻妾的言论，采用玩伴的想法，朝野对此感到忧心，而君主还是常做这些不合法的事、不合理的事，可能灭亡。君主轻易听从逼女妻妾的话，我听查某人的话，陈水扁，拢会使人讲啦。就是陈水扁这点做了不好了，所以今麦就用两个关咧。啊，伊国是朝野对此感到忧心，而君子还常做。熊熊做些不合理的代志，所以也会被灭亡。你呢？侮辱大臣，对父兄无礼，白奴役百姓，又乱杀无辜的君王，可能灭亡。侮辱大臣，对父兄无礼，奴役百姓，又乱杀无辜的君王。蒋中正哦，这个讲到蒋中正哦，都爱讲一条。这个、中国的这个为什么会有清？那个国共内战，主要的原因在哪里？这跟法家的关联很大，跟人性本恶有关联的。因为我们在读那个三民主义，以前读三民主义的时候，说孙中山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有听过这句话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好，很多人举手，这不是我说的。哎，孙中山说这句话，因为袁世凯，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袁世凯军事政变成功，不是孙中山革命成功。孙中山讲要到南京，袁世凯讲在北京，啊，就算北京啊，啊，你谁人较大？啊，孙中山讲伊当临时大总统，还临时的，我们的波浪兄弟当袁世凯做大总统，好，啊，就去做总统，但是。做个总统了后，人的野心哦扩大野心了后哦，伊要做皇帝，哦，做无到九十天，八十几天的时阵都翘起啊，八十三天，啊翘起了后，这中国全四分五裂，唔止四分五裂，可能裂个十几个。军阀每一个军团的苏联吼，都各自为政，中国大乱。啊，这在广东的这个叫做孙中山吼，他就准备讲，啊，你这么乱啊，大概怕，嘛要怕，但是要怕嘛怕不赢人嘞。虽然人的军阀已经满清已经无统治在中国啊嘞吼，啊要去怕。啊，要去打的时阵，苏联讲：“啊，你来打人的呀，来，我苏联吼，列宁在1917年革命成功，哦，啊，1919年成立第三国际，什么叫第三国际？就是专门扶持外国。”苏联以外的外国来革命，来实行共产主义，这叫做第三国际。所以第三国际就出力
哦，要来帮助孙中山。哦，所以他们更当黄埔迄个所在设立黄埔军校，这是苏联人提钱出来，唔止提钱，佮提武器，佮派教官，苏联的教官来。哦，啊，苏联的教官一大堆来教这个，佮有武器，佮有钱，一切来训练这挂黄埔军校。啊，这个校长孙中山无办法半人讲，哎、欸、呀，迄、啊那个以前捌去日本读过书的吼，虽然无毕业嘛，该用啊，迄、那个叫做蒋介石，对，用蒋介石做校长。啊，副校长哦是周恩来，叫做教务长啊，校长。所以黄埔军校多成立的时阵，都、就是共产党的钱。成立的、哦啊、所以最近一些台湾的将官去到中国说，不管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对吧？他们这样说的吧，对吧？因为他们都黄埔出来嘛、哦啊、黄埔出来、啊、用过优势的欧洲设备、哦、枪炮作战的方式就北伐，啊，北伐就真顺利，就拍到南京去啊，南京上海，啊，太顺利了。这个时候，东北的张作霖就意志，就是讲啊，我你机啊无，我这机啊外地，我用恁的机啊，就是讲我给你导航，对，啊，唔多安尼。中国有一统的现象，这个时候，蒋介石野心又大起来。大到什么程度？居然把恩人当作仇人看，清共、清党，你知影清党？我听过了吼，啊，对清党就是为着伊个人的野心吗？哦，清党，所以国共内战的起源都写下来，哦，这就是伊无读到这个。王征是这四十七条的王征，伊无看到，啊，无看到伊家己做迄个手段方法都唔对，啊，唔对，就害这个中国人吼，这么多年来吼，也搁在艰苦受苦。OK， 好、哦，二十七条。君子喜欢以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法律，常以自己的行为作为众人行动的准则。法规随时在变，朝令夕改，也可能灭亡。做一个君王，用过自己的想法，照自己的想法，无争取别人的赞同，就来做，就可能灭亡。国内无险要的地形守备，城墙毁坏，国库空虚，没钱没粮，没有防守意识的国家可以轻易被攻破。国内无地理的优势吼，啊，城门阁派去，国库空虚，没钱没粮。没有防守意识的国家可以轻易被攻破。这个没有防守意识的国家，哈，这哪里讲国民党都很适合。你现在看共产党好像是兄弟嘞，啊，敢人敢讲万恶共匪嘞，啊，你要信啥人？这就是要注意，你要注意，那注意这句话，你就知道讲啊，都已经唔对咯。你再讲，王室君主寿命都不长，连续好几个国君施政时间都很短，继位只是婴儿，大臣掌握重权，提拔外国人士为自己党羽，屡次割地以款待外国，可能灭亡。现在这个情形比较少了，因为
我看西洋历史哦，你知东罗马帝国哦，一个王朝2000年，一个王朝2000年，啊，中国最近这2000年来吼，换去23个王朝，24个王朝，那个号称25史，但是前面那几个史都是胡说八道史。因为无文字，你3000年前到文字咧，汉字是商人发明的哦，商朝的人发明的，啊，商朝是3000多年的，啊，发明的文字有记录才叫做历史，啊，无记录的叫做书简史。哦，讲我细汉咧，他讲皇帝蚩尤大战，皇帝用个指南车，哎，这拢胡说八道。哦，即摆想起来拢胡说八道。啊你！你这个一挂代志吼，都是因为安尼，安奈无啦啊人，欧洲奈2000年一个朝代，东罗马帝国，理由一项，因为做国君呢，干那允许成年男子。你不可以叫一个三岁来做国王的，不可以。凯撒大帝被谋杀死的时候，他的子八岁还是十岁，不可以。啊，他的那个养子窝大维，哦，养子窝大维就是那个成年男子可以去收台的，哦，那个继任王位。啊，所以继任王位都是每一个继任王位的人都是成年男子带兵给的人吼，自然这个国要给你灭掉，真歹，真歹灭。所以2000年一个朝代，哦，啊，在中国2000年换25个，30哈，太子势力强大，且多于强国亲密往来。太子个人权威，在他未当上国君时早就具备了，可能危及君王的性命。基本上攻击的太子哦，就是讲继任人选的。哦，基本上是民主的社会，我国选举。这个问题都减较少去啊，哦，但是不是无的，也阁有啦，哦。君主站在君主心胸狭窄，性情急躁，小事就动怒，哦，一生气就乱了分寸，不能思前顾后，冲动的君王可能灭亡。这讲哦，古早讲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哦，所以一个人哦，也心胸哦狭小哦，真害。32，君主爱生气，且喜要发动战争，忽视国力的基本的务农练兵，而轻易发动战争，可能灭亡。基本哦，就忽视国力基本的务农练兵哦。咱即马即练兵卖讲务农的代志吼，即马无咧重视务农哦。哦，农民未生活落去，我他伊嘛无唔知影咧，无咧个你知道。33，地位高的臣子相互猜忌、嫉妒、妒忌，大臣兴旺，外面依靠敌国的势力。对内欺压百姓，而君主又不杀，这样的君王可能灭亡。地位高的臣子相互忌妒忌，就是讲你内底哦管理无唔对，内底迄个人袂合哦。37，君主没有才德，而兄弟贤能。太子无权而素质强盛，官员怕事而人民凶悍，
这样的国家动荡可能灭亡。这刷了一个有够个四十七条了哈，这回去吼，家己聊聊看了哈。所以咱今仔日在讲的即寡物件吼，就是讲法家、法术士，吼、哦、法的重要性，就是讲咱即嘛即正咱家嘛是在讲。法理自治学院，咱那个法理来处理代志，诶，本来就是一股力量。你若有法有理，你自然都行会通。啊，你无法无理，哦，自然咯行唔到去。即、这个咱秘书长在讲一句话讲，台独行唔到房间啦，唔是无好。是行唔到房间，穿唔到咯，啊，穿去迄死胡同内底吼，我走不上出来，吼、哦，吼、哦，啊，咱即摆即条路愈行愈开阔，哦，有啥问题无？无，咱的时间也差不多到啊，无吼、哦，咱下课，要下课以前吼、哦，你后节课的代志吼，爱少讲一下，后节课是分组讨论啦，吼、哦。分组讨论，高雄州吼、哦，甲台南州吼、哦，由这个咱潘良华副主席徛后边迄个吼、哦，吼、哦、带领吼、哦，在即个会议室，就是老卡即个吼，杜秋平吼，第二个大房间吼、哦，有放。做金的迄间啦，吼、哦。啊，刷落台北州、宜兰州、甲新德州吼、哦，由咱迄个台北州长曾进元有滴无？你老看吼、哦，曾进元伊讲吼，伫迄个圆桌子，咱一个圆桌会使坐二十四个人迄个所在。啊，剩的吼，台中酒甲原住民酒吼，伫食吼，我甲因斗阵讨论吼，因为人上多，用即间上大间，安尼好，下课。起来，休困十分钟。